边都没有办法飞空拍机，对，所以时间还早，所以二零他非常想拍，他待会有时间的话会去织物。在上一集地狱谷结束后，我想说来织物湖飞个空拍补个画面，当天真的如愿以偿的拍到了不错的空拍画面，但是织物湖我们总共跑了三次，因为十六说温暖一点来这边骑应该还不错，但是今天都没有风哦，超美，所以你在骑在湖上面也是非常舒服。接着第六天我们不死心的又来，想说今天太阳好不容易出太阳了，然后来这边没有枫叶就算了，然后今天风浪又超大的，抱着自由行就是方便的精神，我们第十二天又冲过来，结果完全是很舒服的一个天气，但就还是不能玩。拜托有来织物谷，而且好天气的话一定要去湖面上体验一下啊。所以这一集我就把冲了三次的织物谷的感受剪出来给大家看吧。好，我们已经来到织物谷了，现在下午四点钟，有一种冷叫需要拉拉链的冷，就是你不冲外套真的会很抖，就冷到发抖那种。这边停车场一样是500元，然后我们停完车直接往下走就会看到织物湖。那织物湖它其实面积也非常大，你也很难整个绕一圈，那待会有机会的话会想要飞空拍。好，我们走到织物湖附近的有一条小街道，旁边都有商店，玉米也是一定要吃的。这边的玉米比昨天那个缆车那边贵一点点。对啊，他昨天缆车是，对，听说他玉米很好吃。我觉得这边就有一点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，因为通常就是一下来可能就是到湖边，然后它居然这边有一个有这种草原，然后跟森林感，超美的哎！而且有一些有一些树已经慢慢变成黄色跟红色了。我们现在已经走下来到织物湖的湖面，离湖面越近一样超冷，就是手超冰的。我的身后方是一家饭店，它里面有餐厅，然后跟住宿的地方。那我右手方呢就是湖面，这边你会看到很多天鹅湖，你可以在这边骑踩那个这个船，还有可以玩那个水上脚踏车。但因为现在太冷了，就是我觉得温暖一点来这边骑应该还不错，但是今天都没有风哦，超美，所以你在骑在湖上面也是非常舒服。太阳快下山了，非常想拍空拍。空拍的织物湖，我觉得其实它这边的景色不输洞爷湖，而且你在上面在织物湖啊，你也一样可以搭
乘观光船，然后或是玩那个脚踏车。那整个知乎湖逛完，其实在这边散步啊，或是就是看看风景、拍拍照还不错。那旁边都有摊商，你都可以去买那个烤玉米来吃。旁边也还有那个山线桥，那边可以走，也可以拍照。好，去吃玉米。10月9号，我们因为这几天天气很不稳定，然后我们刚刚看气象说今天下午天气会蛮好的，所以我们就来到了知物湖，就是补考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上次没有玩到彩船跟划独木舟，所以等一下想要去体验一下。但今天风有一点点大，而且超冷。Back to the beginning, seven in the evening, hate my 9 to 5.想要玩的就是这个水上脚踏车，它是可以两个人一起踩的，然后30分钟2000日币。现在风浪有点大，不知道下去的状况会怎么样。哦，我好想哭哦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其实就是来知物湖补考的，但补考没过。想要今天太阳好不容易出太阳了，然后来这边。没有枫叶就算了，然后今天风浪又超大的，今天不能玩。天哪！头上都在下雨是不是？哎，真的是人品很差哎。不过今天天气很好啊。很好，但是风浪太大也不能玩啊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就去那个。就去路吃玉米吧。知物湖啊，旁边都有商店，然后可以买玉米。来到北海道，一定要吃它的玉米，超级无敌甜，甜到你觉得这里面加超多糖的。可是它确实是真的玉米。然后因为前天我已经吃过了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素的，就是马铃薯饼，然后里面有加那个 cheese 的，就是蛋奶酥可以吃。嗯，它有水煮跟烤的。上次我们是吃烤的，排骨，超甜超甜超甜，甜到真的很夸张。它这是可以内用跟外带的，嗯，它是马铃薯饼啊，它吃起来不是脆脆的那种，它是软软的，然后 QQ 的，很像是马铃薯抹吉。我前天买的是有 cheese 的，然后我今天买的不是没有 cheese 哎，就是纯粹就是一个马铃薯玛吉，嗯，有 cheese 会比较香一点，好吃。虽然我们不能玩水上活动，不过我还是非常推荐知物湖这个景点，因为它这个湖面上啊。它本身的水质会非常的好，能见度也非常高，大概能见度有25公尺左右，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湖，而且它冬天是不会结冰结冻的。它常常会跟日本的摩洲湖相比，但是摩洲湖它常年会起雾，但相对来讲，知物湖它的地点又好，能见度又高，水质非常清澈，当地的人啊会非常骄傲，就是他们水是可以直接拿来喝的。他们有这样子的组成，所以我觉得真的这里非常漂亮，但是没玩到很可惜。而且它旁边啊是一个很大的公园，就是天气好的话，你在这边散散步是很美很舒服的。我有机会这几天如果有机会再来玩好了。Time won't stop, so gonna get on the ride.Turning through life
let's all get by. Home moves with me where I roam. It's in every dream I make my own. I'm never alone. I know that every day will always bring me something new.然后它的观光船很酷，它底下是有一个玻璃，然后可以让你看到湖水还有鱼。但因为之前台风有来，所以水的能见度其实是有一点浑浊的，不过还是可以欣赏，我觉得超酷的。然后一张票是1620日币。Something new. Oh. 在岸上啊，看织物湖跟坐观光船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你游湖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海水真的超级清澈。即使他说，因为有台风过境，所以湖水比较浑浊，可是还是能见度还是蛮好的。然后你在船在中间的时候，你常会看到飞机从天上划过，非常漂亮。然后旁边的枫叶啊，也都有一些都有开了。这个船呢，它总共有三层，底下是看鱼的，然后中间第一层是看风景，然后最上面的话，你可以它就是一个观景台，很舒服。我觉得游湖的心得啊还不错，就是它因为一开始它在还没开船的时候，底下会有超多鱼的，有四种鱼，然后它会这边游来游去，然后很清楚。可是今天很可惜，就是水稍微有一点点浊，不过鱼还是蛮清楚。那中间它会带你到一个地方去看那边的石头，我觉得应该不是石头，其实它应该表达是那边的湖水其实很清澈，你可以看到地，就是海底下，就是能见度很好。我觉得它应该要表达的是这个，但是因为今天太浊了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就是一团浑水跟对泥沙就会很多。对，然后它你从头到尾就是你会一直上上下下，一直上上下下，就是他会跟你说哦，现在开始要到地底下哦，那到那个船底下你就赶快跑下去，然后一下要上来，一下要下去。然后你在上层的话，你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织物湖的风景。然后如果有开枫叶的话，你就是沿路可以欣赏枫叶，还不错，我觉得是可以体验的。那跟彩船有点不一样，因为彩船从头到尾就是在湖面上面，不一样的景色啦。对，那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来织物湖。好，
我刚刚啊不死心又去问了一下今天能不能踩船，然后他今天告诉我说不行，因为今天风还是太大。我在平地上我觉得完全无风，哎，就是你们看我现在头发有飞吗？没有，就是完全是很舒服的一个天气，但就还是不能玩。所以如果你们来有遇到可以踩船的话，表示你们非常的幸运，因为要下去踩，对，一定要下去踩，拜托，了了我的心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看那个湖面上啊也没什么浪哦，可是他就是说不行，可能有一点风他就不能玩吧，怕危险。所以对，那我补充一下，就是观光船啊，如果天气不太好的话，我其实就不建议坐，因为你也看不到什么。然后如果风又太大的话，你其实在船上面也会不太舒服，因为风吹的头会 很痛。观光船只有两个卖点，第一个就是天气好你可以看到湖水非常的干净，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在底下是一开始是可以看到鱼的，然后底下就没有什么了。再来就是湖面上的风景，就是这几个卖点推荐给你们。那你们在这边可以拍拍照，这边有很大的公园，还有前面有一座桥，桥也可以走下去，沙滩，所以我觉得很推荐你们来，是一个很棒的景点。那知物湖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加按赞，还有开启你的小铃铛，追踪 IG， 拜拜。